往右上方去。注意上宽下窄，高低错位。竖画在中间的位置，竖用垂露竖，要垂直；横折横画，不要写宽了。竖向左下方斜行笔，竖弯钩，注意竖要细，拐过来要平，向右要伸展，这样子突出这个竖弯钩。横间距基本相等，宽窄要有变化，下面高低。这些笔画要写的短小，不要写太长。撇对准这个竖的下方，点尽量往上面靠，这间距均等。两点要呼应，捺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突出捺笔，上面要收，注意穿插避让。第一个横要短，左的又高，竖弯钩，注意。不要写得很大，两点要行，行，第一个撇短，第二个撇长，竖画要短，起笔要轻。横，第一横短，第二横长，形成长短对比。这个高低要有错位，竖钩画在下面要垂直。跟左边的竖画要高低要错位。